拢会比较大，唔是讲拢会比较大，有诶是伊诶其他个人啊，拢会大个啊。啊伊就是安尼个头，啊伊唔叫做领导啊，不领导个人嘛领导呀，吼，伊分到安尼，伊大个人哪大个？伊就是足有耐心个去工作，所以今日做行业大个人用一年啊。所以大个人唔是大人宣传啊。还有就是算经理夫人嘛，做经理啊，啥呢？做点文书啊，啊，同时就是一手啊干的，会会感动。所以你有一个精神好呢，大人无？啊，像我今我就是来电视 A 秀，伊自底是嘛是八十几年的印尼的，他们一个副经理两个，啊，因开车爱付许个交八万块好房呢，啊，开车爱付几万块，啊，两个。无赚钱出门，结果票价只高啊！吼、嗯，啊，一个票价就真来，我看你来，你讲我票价高，都一个高，我一张钱都赚到价只高，嘿，两个人票，啊，结果就赚钱，结果今年两年外起一间，咱两间讲较无难，咱一间，诶，爱情才大间，所以全部都在家呢。结果伊起的时阵，啊，不会。迄五十几岁的花轿，拢叫伊小妈妈。所以今仔一个人，啊，而且我因为阮这个内面是介绍吼，伊做查某囡仔时阵吼，就变化正大，伊拉正好。啊，因为本来是公司做会计，伫遐公司做会计，啊，阮咧就是伫个五月班，还是做听话的。啊，本来伫以后咧做会计时阵，嘛人家做惯。哎呀，我讲，我叫伊死人，我结婚是无可能的。啊，我现在在公司做啊，我要讲啊，我要讲，很应该就是啊。哎，讲他，伊头仔讲他不可能不结婚，结果呢，哎，他现在已经嫁给到了，就是安尼。啊，结果伊这就是个输赢，啊，伊会发明迄个道理。我等于说个调了去泰国，所以讲东西一个人传的就是泰国一个道理。因为这个就是在那边走，所以这就是一个人的人生。所以我们讲，你今仔把你家己的生命放里头，你就有你家己的存在价值，吼、哦，这就无同款。再再来，别人不爱你就不爱你，这个就是另外一个阮闽南，我发个闽南，闽南对啦，闽南的这个情景哩，一个查囡仔吼，安尼直直啦，啊，当时阮开放给你。我领导就大家在讲，现在要去印尼有一个人随恩，伊就我恩嘛，恰恰我听到恰恰，你怎么？你的心头怎么样？你怎么？那你是谁？我说我叫邱明珠，他就讲会，对啊，这么厉害，那领导也好，这几个人大爷这边领导，都也出名，他也还是蛮好管，虽然说是这边珍贵。看人怪人怪哉，啊！我无读书，我若读书哦，我若像恁吼安那安尼，咁真正是万多拢爱读书，我发达过，有读书变做遐钱拢是伊个天道所来，真正天道有读无读拢做，天道有钱无钱拢同款做，这就是上重要。所以你有做，你就会留下，所以这是一个心中的所在。再来，所以再来，这是咱的这个物产大师，是咱也是高级背景的一个父母。伊讲心，人心是两件，心就是内底啊，存在其中，因而监察之，呵护之。所以你有在修。有做把你挂在你边啊！你食较多都有做。阮囝去伫上海的时阵，因内面有一个灵异事件的狂烧，互伊带咱来做面啊，啊，大家咧开会。啊，迄个狂烧，大家咧开会讲讲的话，讲来先来，就讲出一点。所以你有咧做，先互咱大家保护着。可以上至父母，下至子孙，必至其福而后。故正心即是神，你心若正，就是神啊。啊，神甲神的会亲，所以上边啊，
你行好的路，你清楚，你拢甲行到底。我行甲你清，所以时常转个命，我讲这是一个。